25蚊。海船生辉、帝盛神区，全部马匹准备堕档第十一场二班1600米嘅赛事，9号中环大地大热25蚊。好，你一开闸嘅时候啦，前面快嘅马咧，咁啊见到中间闪电王外边咧，咁啊仲有呢只川河猛驹啦，咁啊再见到中档嘅位置咧，仲有呢只咧就精彩小子啊，内栏就旅游首席啦，外边中环大地咧就跟前啲啦，走咗上去啊，再见到中间位置仲有喜喜宝咧，又唔系话好够快，内栏就天才，后一搭嘅马咧就帝盛神驹啦，瑞德福啦，尾四位置啊永同天下，尾三咧咁啊有圣飞啊，暂时殿后竞技英雄同埋嗰匹咧就海船生辉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跑到1000米段处啦，前面带头咧就系呢只闪电王啦，跟住第二位川河猛驹，再后边嘅第三位有中横大地啦，内栏第四咧就旅游首席啊，外边第五位精彩小子，最出紫色头罩帝盛神驹，内栏天才，中间咧仲有奇画啊，再有多少个马匹咧先见到有呢只咧就瑞德福啦，咁啊后多少就圣飞内栏尾四啦，尾三永同天下，后啲先有竞技英雄海船生辉嗰啲马。好啦，咁啊入直路咁滞咯，前面闪电王带住川河猛驹咧就入嚟噶，咁再见到大样呢个第三位嘅马匹啦，咁啊内栏位置咧就旅游首席啦，外边中环大地睇下搏走啦先噶啦，中间仲有精彩小子，埋边天才系咪打困笼咧？粉红帽嗰只啊，再后多少个马匹仲有奇画等紧内栏，仲有圣飞啊，大外档嗰边追紧咧就竞技英雄啊，兜到嚟最后200米，中环大地走甩咗一个身位先啊，埋边就旅游首席天才左冇右冇咁样喺中间冇紧上嚟啊，后边噶嘛仲有海船生辉奇画接近终点，天才已经透出好有机会赢尾场，第二名咧就海船生辉同埋呢只奇画就相当接近啊，埋边第四啊近咯，圣飞旅游首席中环大地，咁啊结果呢只天才入300嘅时候都唔好话唔惊，真系冇乜位，又好似轮轮进进咁，但系冇下冇下咧，佢又揾到个位穿出嚟赢，第二名。海船生辉嘅机会好似高过只奇画都未定，真系有啲惊险噶天才。咁啊，足之都可以帮马房打破嗰冇打搭嘅数据啦。临尾仲好好分添啊，34蚊。海船生辉第二，奇画第三，第四啊，应该都系中环大地仲好似占先一啲，细都仲有嘅。23.8啊，两只马嘅赔率差距越拉越阔啊！去到34蚊，即系差唔多开跑嗰阵时，嗰只得翻22蚊。喂，但系呢条 Q 原来系六格仔 Q 嚟嘅喎，80倍。睇完重播，翻到嚟睇下第四名张相，9号呢个中横大地顶住埋边嗰只旅游首席啊。睇住嘅派彩啦，跑第一名2号天才独人派34蚊，位置派15蚊；跑第二名13号海船生辉，位置派88蚊；跑第三名8号奇画，位置派23.5。连赢位2搭13派805蚊，三红彩2号、13号、8号派9753蚊，单贴派2060蚊。位置 Q 2搭13派897蚊，二搭8派56蚊，八搭13派466蚊。跑第四名系9号嘅中环大地。海船生辉啊！呢场已经被你走咗出嚟啊！真系走甩咗。组合独赢嘅预计派彩胜出组合 A 一嘅隔夜热门派13.5。真系学你话斋，睇一次都冇。系咯。即刻就嚟。因为今季其实咁嘅，即系大摩佢有好多马初出，即系就算赛前试咗啲闸系唔错嘅，但系第一场通常都一般。嗯我想大家如果有記憶都會係咁有呢個記憶啦，咁但係即係諗住啲海船生輝都會係呢個模式啦，咁樣咪走甩咗，即係都喺度話住係有啲用啊呢一季呢只馬。哇！但係呢只天才真係，其實佢邊有真係話好落力砌落去啫，冇打過邊噶，同上一次一樣。一望空騎兩步過曬，已經收得僵啦喎，因為到啦，跑咗百零米嗰只其實。轉彎嗰度真係有啲驚嘅，哇！見到重重雲翻，有冇位㗎？有冇牆喺前面？奇畫都係啦，都出出入入嘅。佢又想攞出，跟住又想攞啊！精彩小子入外邊，跟住最後佢入翻去。即係其實上次已經咁嘅錯㗎啦，點都唔夠呢只跑㗎啦。係，但係立條 Q 穿條 Q 都，但係就穿唔到條 Q 啦。係啊，條 Q 都好分啊！你打翻呢只熱門啊，4連環派716蚊。佢一个窄位同海船生辉一齐上啦，结果都即系一路都追唔过人哋咯，跟住拉屎咬人啦。四重彩派24471蚊，
走，你翻嚟啊，腳都軟埋喎。睇下點跑，出閘慢啲，見到帝勝神區個頭又擺得唔正，起起寶亦都唔係話想推喎，都係捉住藍眼走啫。咁前邊就閃電王啦，自己埋嚟啦，川河猛區亦都埋緊嚟。我全生輝十四檔冇啦，留到尾攝埋攔啦。佢又拍住競技英雄，外邊中環大地啊，全程望空跟前咗。精彩小子第四位，內蘭旅遊首席。帝勝神區啲搶口外碟望空都唔俾佢走啊！係咯，用到黃浩南添。有咩意思啫？咁佢走，佢又係走嘅馬嚟噶嘛？咁你捉到佢咁嘅樣。喺度都好辛苦，俾佢埋嚟咯，即系早啲放埋嚟。放都唔系话佢得，不过你应该系放嚟跑咁解咯。入边系天才，拍住只奇画，后一阵啊瑞德福啊圣飞永同天下，竞技英雄啊尾二，海船新辉啊追好多，有包。诶，今日好多买嗰个位度真系，都系贴住内栏吉祥啊嗰啲咁喺里边搵到位。一定系位嚟嘅呢啲啊。啊，直路点样搵位啊？天才跟住旅游首席。海船新輝都在他後面，聖飛都是裏面捐的，但聖飛被他給偉達拿了個位置，偉達這裡幾大都不給你，這裡很少偉達，你聖飛想出來的，閃電王在等，偉達拿了位置，一拿望空了三幾步就上來了，看看奇華一會兒，都是不多使用邊的，怎樣洗，洗他一下，先撅他一口，這些馬都是奇